鬼对野生捉到淘气小鬼一只，跳跳炸，仲捉你唔到。哇！披头散发，全身黑色，双手插袋，仲戴埋个黑色口罩，何方女鬼？嗨，日军日白人，梗系赵薇嚟嘅。该赵薇好，自然会谂起小燕子啊，佢2008年同富商结婚，仲生埋女女小四月。不过婚后咧，并冇退出娱乐圈，拍戏之余咧，仲涉足古坛，曾经火拍过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一齐合组公司。但近日就涉及空壳交易，赵薇同老公遭官方调查，最终被勒令禁入 A 股市场达5年，连马云都立即割席。以我哋连日追访，发现赵薇一家最近由深井搬到中半山豪宅，富贵生活似乎丝毫无损，而日女平日就由司机、工人姐姐接载翻学放学。不过上个礼拜六咧，披头散发赵薇就现身，陪阿女女参加学校嘅圣诞联欢会啊，但个样就睇落好攰啦。大约一粒钟之后咧，赵薇同助手先行离去。等车期间，赵薇不时皱眉，之后就坐七人车走人咯。第二日我哋就见到赵薇再同女女外出，只不过连日嚟就未见老公黄有龙嘅踪影啊。